我们正在紧张拍摄的呢，就是第19集的节目了。在这一集里讲的内容非常有意思，是关于音乐对人的教化和感动的作用。这一集当中呢，我还是会给大家唱两首歌，一首是大家耳熟能详的，我先不说歌名，另外一首呢是我自己第一次作词作曲的歌。那么这集呢，我们从上海又专程来到了台湾。为什么还要来台湾呢？您看了节目就知道了。可以了吗？可以。我们马上来了哈。好。